前几日，57岁的李勤勤在社交网站上更新了自己的个人动态，一段素颜大口吃面的短视频，并配文说：“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从我做起。”视频中的他肤色蜡黄，头发凌乱，两鬓白发明显，让人感慨老戏骨也活到了知天命的年纪。李勤勤这个名字，大家听起来可能会很陌生，但在小荧幕上看到他，你肯定就会觉得很眼熟。从《笑傲江湖》里的衡山怕掌门，到《京华烟雨》里的牛太太，再到《大宅门》里这是不赖我的白家二媳妇，《我的丑娘》里的梅大姐，